们慈心会的好朋友，以及我们东山圣母会的所有好朋友，还有我们台北的所有亲友，我们在红毯的对面面，背对红毯的左手边，有准备我们的晚餐，那麻烦大家，如果在使用的时候，在装的时候，因为今天准备的是大锅炒，那请大家口罩帮忙戴上一下，拜托一下，谢谢各位。今天来玩一下，恭喜我们是台湾的开发，我们是中华，我们是五港四零环。